跟喜欢同队的球迷一起为喜欢的球队呐喊。最欣赏的球员是那个服务员林敬邦，因为他有学长，大学的时候学长。OK。还有钟汉博。他最支持 SBO 哪支球队？服务员。服务员，你最喜欢服务员是谁？简浩。简浩，为什么喜欢他？因为就很支持他，已经第二年了。第二年了，很支持他。OK， 平常有在看 SBO？ 有，每天都来。每天都来是不是？达新。达新吗？有没有特别哪位球员啊？田磊。田磊吗？对啊。那你这次来到 SBO 的现场有什么感觉吗？就很有气氛。看大家打球，比在家里看还要壮观。感觉很嗨，跟在家里看电视比起来就感觉很嗨。那你有没有喜欢什么 SBL 的球队或是球员呢？我比较喜欢台体。台体啊，你们比较喜欢谁？梁继敏。最喜欢田磊，真的哦。那你对于田磊要结婚有什么感想呢？那你对于田磊最近要结婚有什么感想呢？有点失望，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他打球的样子。对啊，当然也希望他结婚就是可以很快乐。很不一样，而且跟 WSB 有很有多不一样啊。SB 有很感觉就很热血，而且就是感觉像 SB 有很激烈。真的不激烈，这边就是比较透支系的感觉。哦，比较专业的。还蛮爽的，因为没有坐过一楼，不过来看比赛啊，就是有益身心健康。就觉得还蛮刺激，蛮有趣的，而且这是我第一次来。耶，大家都来看篮球比赛，就是感谢那个篮球部。很高兴参加 DV 的活动，就是 DV 班的活动还蛮棒的，就还蛮精彩的。哇，你希望以后 DV 可以多办一点这样的活动。